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。我们先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。报告事项：本院第九届第五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及地点表，业经本院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二次会议决定照案通过，宣读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：一、叶宜津委员；二、李坤泽委员；三、刘兆豪委员；四、郑宝清委员；五、陈欧珀委员；六、陈明文委员；七、萧美琴委员；八、陈淑月委员；九、林俊宪委员；十、陈雪生委员；十一、严宽恒委员；十二、徐正卫委员；十三、李红军委员。宣读完毕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进行选举事项啊，那请在场委员推举今天的主席。萧美琴委员。好，那如果大家没有意见哈，那就本席来担任这今天的主席。那选举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，依选举办法规定，以无记名单计法进行票选。投票截止时间为中午十二点，若提前投票完毕，即提早进行开票。现在请委员互推发票员、唱票员、计票员、监票员，可以兼任哈。好，那么现在由李红军委员推荐陈雪生委员担任监票员，林俊宪委员担任唱票员。好，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？没有。好，没有意见。好，那我们就是不是监票员兼发票员？好，好。那我们由陈雪生委员担任发票员及监票员，由林俊宪委员担任唱票员兼计票员。那我们先请监票员检验票轨及粘贴封条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投票，请委员上前领票及投票。请发票员发票。总共有十三张。差不多了。我一定会盖错的。
好，监票员到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全体委员均已投票完毕，现在开票进行唱票及计票，请工作人员协助。萧美琴委员一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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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林俊宪委员一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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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陈雪生委员一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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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现在宣告票选结果，应到人数十三人，实到人数十三人，发出票数十三张，有效票数十三票，无效票数零票。萧委员美琴五票，林委员俊宪四票，陈委员雪生四票。依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八条规定，各委员会召集委员之选举以票选进行时，以得票数较多数者依次当选，票数相同者抽签定之。林委员俊宪、陈委员雪生得票数相同，现在以抽签方式来决定。现在进行抽签，请两位票数相同的委员上前抽签。那请先抽抽签顺序。照规定要先抽先顺序，先抽顺序，嘿，先抽顺序，嘿。好，林俊宪委员先抽顺序。好，那现在抽签结果是陈雪生委员抽第一顺位。抽签顺序，林俊宪委员第二顺位。好，好，现好，那陈雪生委员抽中写有招字的，当选为召集委员。
好，报告抽签结果，陈委员选胜当选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。现在宣告选举结果，由萧委员美琴与陈委员选胜当选本会期本会之召集委员。今日议程已进行完毕，现在散会。